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，诸位沙弥居士，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，大家早上好。请打开经本。光经明俱出，善好殊无比，住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。昨天啊，我们讲到这一段，光经明俱出。那么这是讲真如本性的光明精妙明净啊，都同时啊显现出来，所以善好殊胜是无法比拟的啊，这是自性啊大用啊现前。那么这是讲到极乐世界的情形啊，极乐世界之美妙是啊妙不可言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极乐世界啊，一一物啊，一一尘，一一光，一一香，全都是啊自性啊所显现啊，全体就是啊如是性德庄严。如是就是讲啊，真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如就是真如，是就是以真如所现的一切法，所以阿弥陀经多次的讲到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，极乐国土就是成就自性功德庄严啊，换句话说极乐国土就是自性的功德庄严。那么你能往生极乐国土就是回归自性，就是圆满得到自性的功德庄严。下面说住于无上下，住就是显著啊，显著无有上下，这就讲一切都平等啊，无上下就是平等啊，平等的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一就是平等啊，就是真，二就不平等啊，二就有上下，有高低啊，有正确和错误啊，有这个是非邪正善恶等等啊，这些就不平等。那么
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哪里都是，眼前就是，你能看到吗？你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显著啊，它没有显出来啊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你想看到一真难，不是看不到，有人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看到啊，在此地啊，所有的法身大士也看到了啊，那些开悟见性的祖师大德也看到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少数人啊，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，因为不显著。而在极乐世界呢，这个一真法界显著出来了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有情无情的众生都是显现一真法界啊，譬如那个莲花啊，莲花有啊百千亿叶，一叶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一光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这就是一真法界的情形。我们讲莲花花瓣，这是无情众生，这很普通的啊，可是它里头有诸佛，所以它跟诸佛平等啊。一花瓣当中涵盖无量，一跟无量是平等啊，一朵相融，广狭自在，这就是一真法界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情形，所以非常显著。所以你在极乐世界见色闻声，那很容易开悟啊，因为境界太殊胜啊，真的上好书无比。那么这个环境能够引发我们的悟性，我们的智慧啊。那么所以智慧起来了，就观一切法平等。《金刚经》上教我们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在娑婆世界呢，啊，只是懂得这个理，看不到这个真相。啊，在极乐世界呢，真相都看到，确实是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《楞严经》，观世音菩萨所证的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就是平等。在我们的世界你也很难看出来，不显著啊，众生那跟佛怎么能平等啊？众生之间都不平等，有的人有聪明智慧，有的人太笨拙没有智慧啊，有的人很有福报，有的人没有福报，不平等，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啊。看到的是住于有上下啊，看到这种高低上下的不平等很显著啊。到极乐世界呢，是住于无上下
看到的就是平等。你看，无逆十恶的众生，只要念几句佛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做一生不处，他就具有如来的32相80种好啊，紫摩真经色身，也能够啊刹那即遍游十方国土啊，上供诸佛，下度群生啊，甚至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跟观世音菩萨平等啊，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德能相好，全部显现出来。你看，是不是众生跟佛平等？很显著。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实，就相信佛讲的话，真的是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啊，那极乐世界这些依正庄严这么殊胜美好，全是我们自己每个众生心性的大用，本来具足的性德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对这些理很容易能明白，触目皆是啊，真的是头头是道啊，到处都能见到，洞大无边际。这是讲我们真心的慧用啊，智慧的妙用。这个洞大就是指穷尽了心源啊，彻发地源啊，洞是洞然明了了，达就是通达自信。无边际就是见性之后啊，性德之光啊，普照啊，十方没有边际。这是将我们的真如实际的本体完全显现出来了啊。那么极乐世界大士个个都有这种境界啊，只要你去了，你马上就有。所以这么殊胜，这么稀有啊，佛最后啊就劝我们，一个勤精进啊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恒解于五趣，恶道自闭塞。我们先看到这里。一个勤精进，这个一是应该啊，佛在这里劝我们，大家应该各自的勤奋精进啊，努力的去求道啊，在这部经上讲，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必得超绝去。只要你真实的求愿往生，那么阿弥陀佛一定在你灵命中时接引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必定可以啊，横超三界。啊，这个超绝
就是指超横超三界。啊，绝就是绝妙。啊，这个事儿真是绝了。啊，太妙了。啊，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像这个法门这么绝妙。待业往生。啊，不断烦恼可证菩提。啊，原教是讲烦恼即菩提。但是只是讲理呀。啊，事可不容易证啊。啊，华严法华。啊，是讲到这个理。原教圆顿大法。但是你修华严法界观，你能够入这个境界可不容易。啊，你修法华啊，这个这种直观啊，要想啊顿断烦恼，顿证菩提，这也是不容易。啊，华严经里就是善财童子给我们实现成就。啊，法华经里面就是八岁的农女实现成就。啊，可是你呢，哎，你能够像善财那样吗？啊，善财还好学一点，他还有一个渐修的过程。五十三参啊，他也有次第。啊，次第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次第。啊，那龙女就不好学了。啊，这是畜生道了。烦恼都没断了。啊，念头一转就视线成佛。啊，那我们只能叹为观止。啊，然而净土法门就不是说光叹为观止而已了。我们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而且我们成就不会亚于善财农女。啊，现在我们薄地凡夫。只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就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。那么一得往生就啊决定成佛。啊，那成佛的早晚也不一定，看你的根性。啊，如果你具有圆顿根性，到了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入凡圣同居土，阿弥陀佛跟你讲法，肯定是讲圆顿大法。因为你过去熏习的就是圆顿种子。啊，那佛肯定啊随顺你的根性讲圆顿大法。那你一到极乐世界也可以像龙女那样啊立刻就成佛。啊，除非你不是圆顿的根性。啊，那也没关系，那就学善财。啊，一级一级的往上升。也可以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经啊学教。啊，都啊常常把圆顿的理念啊引进来。大家听懂听不懂都没关系。啊，先种下种子，等将来往生了之后，那阿弥陀佛再给你一讲，就把你这些种子全部啊都啊这个唤醒了啊，那你成就就快。横结于五趣，
横就是横出三界，截就是截断恶趣，横截就是不讲次第，讲次第是竖的，竖出三界，比如说我们先是人道，那先得往生天道，天道欲界天有六层，然后色界天十八层，然后无色界天四层，一直修修定，最后无色界也出去了，证阿罗汉了，然后再修就是升到圆觉，再修升到菩萨，再修升到佛，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，还没破无明，然后再破无明就出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，这叫做竖出。那我们现在横出呢，现在我们是人道，直接就到一真法界去，这叫横出。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横截与五趣，五趣就是天道、人道，还有下面三个道，恶鬼、畜生、地狱。那么阿修罗道呢？一般呢，如果讲阿修罗道，就是指天的阿修罗，天道里分出来的，那么就是六道了。假如说五道，那就阿修罗不再另外算了，因为阿修罗分布在天道、人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都有，那么就不单列它了，所以五趣实际上就是六道，六道就是三界，横出，恶道自闭塞，五趣都是恶道，很多宗教把升天当作究竟，回归天国了，这就得永生了，他不知道佛法把这个天道也当作恶道，为什么呢？在天道没有永生，只是寿命很长久，长久到我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了，就叫它永生，实际上不是永生，还是有一天寿命到的时候要堕落下来，那堕落下来就苦了，所以天道也是恶道，那么恶道闭塞了，换句话说就是出恶道了，出了三界六道，不再搞轮回了。那么我们凡夫想当生解脱轮回，真的唯有靠净土法门，凭佛力接引，待业往生，我们想消业往生不可能，谁能够消业，连菩萨都要待业，普贤菩萨、等觉菩萨，他还有一分生相无明烦恼，那就是待业到极乐世界去断了，那我们凡夫怎么能不待业？只是待多待少而已所以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业重我们带着业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去哪里那就随业流转了，业力做主很可怕到极乐世界了，那个业就不会起作用。
啊，全被阿弥陀佛愿力啊给压服下去。啊，虽然那个业种还在，但是它永远不起现行，就永远不会产生果报。啊，除非你乘愿再来，从极乐世界回到娑婆世界，啊，再一投胎有个身体了，这时候那果报就跟着就来了。可是虽然有果报，你不会迷，你是披红释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揭发信心。啊，你在这六道里面示现这个有因果，那是什么呢？为了教化众生。啊，像佛也示现马脉之报，那也有因果。啊，但是这是佛可以选择的。啊，他选择来了才受因果，不来他就不受。那受了受也没有苦，他没有烦恼。别人看他是苦，哎呀，佛都挨饿挨了90天了，啊，很苦啊，只能吃马麦。可是佛有没有那个感觉？苦的受啊？没有。如果他有苦受，那就是凡夫啊。啊，没有这些烦恼。啊，生身烦恼二欲俱尽，没有了。啊，但是他视线呢，让众生感觉到好像他有苦，这是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你将来从极乐世界来娑婆世界也是如此，随类视线。啊，但是对你来讲，恶道已经闭塞了。纵然你下地狱，啊，到油锅里面去炸。你的感觉跟极乐世界七宝莲池没有两样。啊，你视线给他们看很苦，可是你自己没有苦。啊，就像观世音菩萨视线面燃大师度阿难，他视线恶鬼很苦，可是观世音菩萨哪里有苦呢？人家早就五蕴皆空了。啊，色是空，受也是空，想也是空，行也是空，事也是空，都空了，哪有苦啊？所以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，极乐世界这是啊，极妙的世界啊，无有穷尽的极妙，叫无极啊。这么殊胜的道啊，却是一往而无人，这是佛啊很感叹。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啊，啊，可是偏偏呢，没有几个人想去啊。这是讲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娑婆世界众生就是业障深重。最大的业障是什么呢？不信佛语。啊，这就是最大的业障。所以他就没办法解脱。啊，假如他相信佛，纵然他现在很苦，啊，烦恼很重，啊，相信佛就有的救。啊，佛可以有能力帮助你及时得到解脱。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。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就讲，如果有人啊，这个被恶贼拿刀杖啊，要宰杀的时候，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些恶贼的刀杖断断坏。你相不相信？
啊，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，立刻就得以免难消灾。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你能不能够得到解脱，就看你能不能信啊。那到极乐世界也是如此啊，极乐世界就是就近的消灾免难了，不再搞轮回了，就是消灾免难，很容易去。你只要信阿弥陀佛，只要发愿去，那很容易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，你都不用管你怎么去，也不用管朝哪个方向啊。极乐世界说是在西方，你要是弄不清东南西北也没关系啊，那你就朝着东方也能往生西方啊，因为这不用你自己去的啊，不像你自己开车认路，你还得要啊弄清楚东南西北啊。到极乐世界不用管啊，阿弥陀佛帮你带过去，你闭着眼睛都能到西方。一往，但是没有人啊。你看我们这世界啊，应该有差不多60亿人口了。几个人能相信净土，是吧？那据统计，世界上的佛教徒大概6到7亿人，啊，1/10的人口，啊，这包括小乘南传的这些，啊，那南传的不相信极乐世界了，啊，那么这6-7亿人口里面，修各种法门的都有。这能不能成就咱们就不评论了啊，反正我们得相信大集经说的话，末法一一人修行含义得度啊，唯有靠念佛法门得度生死啊，我们就相信佛讲的话啊，不要相信人讲的话。你讲你的法门再好，那你人讲，我们得相信佛讲。那你相信这个法门的人，你说有多少啊？当然啊，说是信这个法门的人也不少啊。据统计，日本净土宗的人口大概也有5000万啊。那他们是怎么信的呢？啊，人到死了以后啊，就请和尚去念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。哎，反正是阿弥陀佛接引了，啊，这样的信不是真信。所以信这个法门，能真信的是寥寥无几呀。啊，虽然说这个法门成就的人数是最多的，但是相对整个世界的人口比例来讲，还是少之又少。啊，所以啊。佛就叹了，一往啊，容易往生啊，但是没有什么人去啊。啊，且不说别人了，就说我们专门学习净土法门的，啊，过去在台中李炳南老教啊老居士建立台中莲社，啊，教化一方，当时。莲社的社员有50万啊，这规模很大了。那李炳南老居士秉承印光大师的这个啊法脉，专弘净土。可是李老说，1万个人往生啊，啊1万个人呢、啊，只有2-3个，啊3-5个往生。那换句话说，9990几个都不能往生，一往而无人
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呀、啊，这里讲到的，啊，其果不逆为呀，自然所牵随。捐志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。何为浊世事，恼恼犹无常。这里原因就讲出来了。啊，人不能往生，不是极乐世界拒绝你去啊，其果没有逆违啊，就是不会违逆你的愿望，不会拒绝你去啊。三十信念里面讲啊，阿弥陀佛，黄金臂昼夜长垂啊，唯许行忍独违。啊，他的黄金臂啊，这是讲佛身金色啊，啊，手臂啊伸出来做接引像啊，他要接引你啊，可是你肯不肯来？不是阿弥陀佛不想接你，是你自己不肯去啊，啊，你不肯委身于阿弥陀佛啊，全身心投靠阿弥陀佛。嗯，那么真能够全身心投靠，就是这里讲的自然所牵随，这个有这个因自然有这个果，信愿必得往生。所以佛教我们捐志若虚空啊，捐就是放弃，志是包括所有的跟往生不相干的志向啊，在世间你有很多志向，想成名成家，那世间法要放下啊，那是障碍你往生的啊。那么学佛了，甚至出家了啊，也有志向，想干什么呢？弘法立生啊，建大道场啊，希望啊这个有广大的信徒啊，做佛门的领袖啊，这些也是志向。这些志向呢，一般人看是好的，是吧？拿破仑都讲了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是吧？一般人看都是觉得好啊，但是啊，从往生的角度看，恰恰是你的障碍。只要你在这个世间有一样不肯放下，不管那个是好还是不好，你不肯放下，那就不能往生。所以佛教我们捐志若虚空，把这些志向通通放弃掉，心如虚空一样，什么都不装，干干净净啊。那什么都不装，心如虚空啊，什么志向都没有，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你也不能偏在一边啊，什么都不做，行了，那我们就坐吃等死啊，念佛啊，等着往生，那也不是，那你又错解如来真实义啊。这个志向啊，把它放弃，是放弃有为的志向啊。但是佛教我们要发愿啊，发愿做什么呢？成佛度众生啊，也要发愿弘护正法，但是这个愿不是执着的，是无为而发啊，无愿而愿
啊，像菩萨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啊，而又具足无量行愿，啊，这不是矛盾，啊，就你有发了大心，啊，至于成不成就，有没有结果啊，不用去管，随缘，啊，能够随缘。才能够精进，为什么呢？当你没有得失心的时候，你才会精进，才不会畏惧困难挫折啊！有困难失败了啊，也没有失败的遗憾啊。那么因缘成熟成功了，也没有啊成功的欢喜，自然啊都是因缘啊，所以把这些得失成败的观念放下，心如虚空啊，在这世间啊，终日弘法，终日不弘啊。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啊！那么一心只求一样，就是求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你有求而求，依然可以去往生凡圣同居土啊，这也是志向啊，那这个志向应不应该放弃呢？对于我们初学的人，不能放弃，要用这一个志向取代所有的志向啊，这样你才能捐志若虚空。但是还没有全部放下啊，等到连这个求生净土这个愿也如虚空之愿，无愿而愿，无求而求啊，没有一个我在求往生的念头啊，也没有啊这个啊极乐世界啊在我啊真的心之外的念头。完全是啊，唯心净土啊，阿弥陀佛是我自信的弥陀啊，所以就能愿而无愿啊，往而不往啊，生者决定生，去者是不去啊。那有这种观念啊。念阿弥陀佛，念成功，念到一心，那你就往生十宝庄严土，长吉光土啊。这里讲勤行求道德，虽然把所有志向都捐弃了，但是还要勤行，不是什么都不干啊，勤修圣道啊，求道德，求道和求德啊，道是不可说啊，无相啊，德呢是有相可说啊，连老子都知道，道可道非常道，能够道得出来的就不是常道啊，真正的道是道不出来的啊。那我们求的这个道，在佛法里讲就是真如自性，就是实相，那求这个。但求呢又不能有求之心来求，你有求之心就是执着心，用执着心怎么能够求得到实相
所以想这个求啊，大家又不能够去执着啊，是有这个愿，不要有那个求啊，心呢、啊、一定是啊啊如虚空一样，不生一念，不立一法啊，而又啊尽情的去求道啊。那么德表现在外面有德相啊，那我们就要持戒啊，戒德，持戒就是德啊。那么你好好持戒，就做出德相出来了，能够啊建立佛法，摄受众生啊。那么一般众生啊，天龙鬼神，那都是重德啊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没有见到正道啊，你正道了他不知道，他只看你的德啊。啊，所以呢啊，古时候啊有一位禅师啊，没开悟之前啊，戒德非常的啊这个啊皎洁，一尘不染啊，皎如冰霜啊。所以啊这个啊天龙送供啊啊，猕猴啊也来献供啊，那个白鸟啊都来这个啊给他庄严啊。但是他后来悟道了之后啊，那些天龙鬼神啊鸟兽啊都跑掉了啊，不认识这位禅师啊，因为这些众生只知道见德，见不到道。我们想要摄受众生，就要把德这个相表现出来，那就是通过持戒啊。持戒是有相啊，我们要学这个戒相啊，要学得很精细，做得很精严啊。道是无相，那你心之所证那个境界啊，没到这个境界的人就看不出来啊。那么可得极长生啊，受乐无有极，到了极乐世界就能够得无量寿，这是长生啊。这部经啊，这里的这些经文啊，都是出自于汉译本跟无译本啊。当时这些翻译啊啊，很多都采用了中国啊儒道的这些名词术语啊，因为佛法刚传来啊，还没有建立啊自己的一套这个名词术语啊。而且佛法要融入中国的社会，必定要跟中国文化相结合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到很多道家的啊，像道德，那就是啊《道德经》道德啊，是吧？长生啊，这也是道家，对吧？无极啊，这都是道家的名词啊。但是佛法高明之处呢，用你的术语，但是他把这个意思更升华了。比你原来讲的就更深远啊，这才是让人佩服的地方啊。所以受乐都没有极限，那道家里面所证的长生，那顶多就是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啊。那无色界天最高层，那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寿命八万大劫啊，那个时间很长远，
真的是长生啊。可是在佛家来看呢，就是很短暂啊。将来八万大劫寿命到了，他的定力失去了啊，他就需要堕落下来啊。所以不是真正的无极长生啊，到极乐世界那才是无量寿，那寿命不可计劫，而且决定不会堕恶道啊，一直到成佛，那寿命还没完啊。所以何为浊世事，恼恼于无常啊，你应当知道啊，极乐世界这么美好，为什么你呀不去精进的去求生啊？为什么你要执着世间之事，恼恼又无常啊？恼恼就是吵吵闹闹的样子啊，为了这些世间的事情啊，吵吵闹闹啊，在那里忧虑烦恼啊，这是太愚痴了。要知道世间事都是无常的啊，你越忧无常它越是无常啊，你越忧短命就越短命。你看秦始皇就很想得长生啊，派了500童男童女啊，到这个日本啊，去求那些灵丹妙药，可以不死的药，结果他死的比谁都早，恼恼又无常啊，啊，无常却很快到来，啊，不求道德，啊，只为自己自私自利，那确实就会啊，啊。这个得到的就是苦难啊，所以一切要放下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好，这一品经文就讲完了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第33品劝喻测进第33。前面一品经文呢是佛为我们讲述极乐世界的美妙啊，来劝导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啊。这一品经文呢是啊给我们呢啊说明这个娑婆秽土啊那种可怖啊，让我们能够啊知道厌离啊。所以这里劝是劝告，喻就是啊啊这个教育大家，测进就是啊，督促大家的进步啊。这些经文都显示出啊，佛那种啊，如父母爱子般的悲心啊，对众生啊苦口婆心的啊教导。我们来看经文。世人共争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勤身营物以自己计。佛讲啊，世间的人啊都在争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啊，不及之物就是无关紧要不用急的啊，那些可以慢慢啊去做没关系啊。那么对不急的事情很在乎啊，去争啊，去夺。那么对于急的事情紧要的事情就啊啊不知道啊，不过问了啊，这就是很可悲哀。什么是不及之物？
这个世间所有的事都是不喜之物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，成功了最后也是零，失败了最后也是零，就是一场梦啊。而世间人偏又啊，在这个梦境当中拼命的竭尽一切的啊去追求啊，处心积虑啊，这是讲于此巨恶疾苦之中。巨恶就是非常的恶，恶的极点了啊，疾苦就是最大的苦啊，这个世间造恶必定受苦啊，来生必定受报啊。所以后面经文讲五恶五痛五烧啊，做五恶是因，现生就有五痛，来生就遭受地狱的五烧。那么在这个巨恶疾苦的世界之中，就像大火焚烧活人一样啊，那么居然在这里情深淫物啊，淫就是经营，物就是事物啊，很勤劳的啊，不顾一切的，不惜生命的啊，去经营那些世间的事物啊，比如说挣钱啦啊啊，求成名啦啊，种种的这些啊。我看到这个一则新闻讲啊，有一个啊，这个好像是50多岁的妇女啊，为了美容啊，做很多手术啊，把她的皱皮都切掉啊，然后把她的皮啊平整的啊，像个小姑娘一样拉得很紧啊，做这些事情，这叫不己之物，哈哈，唉。那么以自己计，用自己啊这个勤劳的这个工作来养活自己。世间人讲啊，每天呢起早贪黑，为五斗米折腰啊，真的是很可怜啊，从早忙到晚啊，很辛苦，就是为了啊能够养活自己啊。所以我们出家要知道，我们修行并不算辛苦啊，你一天共修多少个小时啊，我们算算手指掐起来，就是佛七吧，才八个小时。那世间人工作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工作啊，那人家多辛苦啊，不过他的辛苦是为了养活自己啊，那是很可怜啊。我们呢很幸运啊，虽然我们不是很勤奋，但是我们啊可以不用愁养活自己的事儿啊，不用打工挣钱啊，这个都有人供养啊，可以啊修行办道。那我们就要提起精进啊，啊，至少要拿出世间人为养活自己的那个勤奋来修行，那你就能成功。啊，如果你不好好修行，那这个因缘将来会失去。啊，那失去之后，你再想修没机会。这一生不能成就，那来生呢？来生啊，可能比他更惨。啊，那情深淫物
还未必能够啊挣得了钱啊。你看我们这建寺院的这个啊，外面有那些驴啊，背着那些很重的沙石啊，山上山下的跑啊，跑得慢一点的主人就鞭他啊，很辛苦啊，他也没有工钱啊，啊，只是吃点草啊，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还债来的啊，前生不修行啊，这一生啊，给寺院来建寺院还债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啊底下的经文。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居虑，唯心走使。啊，这里举出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啊，男女老少啊，各行各业，无论是贫富贵贱啊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怎么样呢？勤身淫物啊，贫贱的人固然为了养活自己要勤身淫物啊，那尊贵的富有的人呢，他不用自己愁啊挣钱的事情啊，他们也勤身淫物啊，很勤奋的在干什么呢？打麻将啊，啊，去吃喝玩乐啊，那很勤奋啊，打麻将可以打通宵，那比我们精进多了，我们念佛都不敢念通宵了啊，人家打麻将啊，通宵那都不在话下，家常便饭啊，人家真正勤奋呢啊，但是他的勤奋是什么呢？累念积虑，唯心走使啊，他积累那些念头啊，都是轮回的念头，都是贪嗔痴的念头啊。那个积虑，虑就是忧虑啊。那么是讲啊，不管是贫富贵贱啊，他都有他的忧虑啊。贫贱的人呢，他忧虑自己很贫贱啊，那只有一种忧虑，哈哈，只是忧虑很贫贱。那富贵的人呢，忧虑就多了啊，哎，我这些美金应该投到哪个股票上能够比较保值啊，那我这些房子啊，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啊，我在哪里投资啊，购置地产啊，他很多忧虑。所以富贵的人忧虑比贫贱的人忧虑还多。唯心走使，整天啊就被心所驱使啊，当心的这个奴隶走狗啊，心要他去哪他就去哪，这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是那个欲望的心啊。比如说心想打麻将，他的身体就好好的服从啊，哪怕是再累他也会打啊，唯心走使。很可怜啊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啊，我只要开心就行啊，他不知道所谓的开心实际上是唯心走使啊。世间人都是认贼作子啊，啊，把那个妄心当做自己的真心。那个妄心呢，佛讲那是贼呀，啊，贼就是来呀恼害你的啊，让你损失的啊，那你偏偏把他当做宝贝儿子，爱得不得了啊，给他做牛做马啊。那么把贼当做儿子了，当做主人了，
那真心就靠边站了。啊，就不听真心的话，就听那个啊妄心的话。啊，比如说啊，我想修行，真正要求道，这是用真心。啊，啊现在很累了，哇啊，休息休息啊，享受享受啊，贪图安逸享乐，这是妄心。那你喜欢哪个心啊？所以自己想想啊，平常你是喜欢贼啊，还是喜欢啊真正的自己。那么下面经文说，无田忧田，无载忧载，眷属财物有无同忧，有一少一啊，失欲其等，事小俱有，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，怨家债主，焚飘劫夺，消散磨灭。我们先看到这儿。无田忧田，没有田的人啊，就在为田而发愁。哎，什么时候我有田就好了。啊，没有宅，没有房子的人整天想着啊，什么时候我能买到房子就好。啊，这个眷属财物有无同忧。啊，都一样，没有眷属的人就想啊，要有一个啊眷属。啊，所以没结婚的想着要成家。啊，一天到晚啊就想这些。等成家之后，哎呀就想着赶快离开吧。啊。那眷属当然也包括啊，不仅是夫妇了，还有很多。啊，比如说成家了啊就想要孩子，这也是想要眷属。啊，结果养了孩子，哎呀不如无子。养个儿子都不孝顺。啊，天天一言九鼎啊，什么叫一言九鼎知道吧？你讲一句话他顶你九句啊。所以这个啊，没有眷属忧眷属，可是真正得到了眷属都不如意。啊，那财物也是啊，天天挖空心思去想去拥有啊，自己赚了100万。看到人家有1000万啊，自己觉得自己很穷，还不够，啊，还要拼命去赚钱。所以有无同忧，不管你有还是没有，都是忧。啊，没田的时候有了田，有了田啊，还怎么耕种啊，又忧了。啊，没有房子还好，有了房子，哎呀，那想着怎么护理这个房子。啊。看见人家有大房子，把自己小房子也卖了，然后去买了个大房子，结果买了大房子之后天天累死了啊，从早到晚都要收拾啊，有和无都是在有，这些都是琴声吟物以自己寄啊，都在共争不己之物啊，有意少意私欲其等啊，这里讲了啊，好比啊，就是你啊，这个赚了钱了啊，买了汽车了啊，哎，觉得自己挺好啊，然后开在马路上，哎，发现人家有一匹宝马啊，你觉得我这车厢型呢，这个啊太逊色了啊，于是啊又要思维啊，我怎么能够啊买一匹宝马。好了，等你钱赚够了，买了宝马之后发现哎，人家有游艇。哎呀，所以私欲其等，整天想跟人家攀比，跟人家齐等啊，很辛苦。啊，那么女孩子呢啊，很爱美
啊，这个每到啊换季的时候，都要到商场里面挑最新的品牌的服装，啊，还觉得自己要是啊那个服装赶不上潮流啊，出来就笑死人了啊。以前老和尚就遇到有这么一个人，说我不能老穿同样的衣服啊，穿同样的衣服走出街都笑死人了。老和尚说：“笑死是他死，不是你死，啊，是吧？不要太愚痴，啊，就咱们出家好，出家穿的衣服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潮流，啊，千百年都是同一个服装，啊，从来没有说推陈出新，啊，这样好，啊，穿破了就补，啊，穿补的衣服不要怕人家笑。”哎呀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穿破衣服啊？还打补丁的衣服啊？那你心里要有主宰啊！我穿补丁的衣服，我穿得很安稳啊。你穿那个每年换季的最新潮的服装，你不安稳啊？你是唯心走矢啊？你是共争不己之物啊，你上了那个服装设计师的当啊，他们每天就想那些新花样，把你口袋里的钱都赚了啊，你就乖乖的把钱送给他啊。那我们呢，哎，他们打不了我们的主意啊。事小俱有，又有非常，你看啊，刚有了这个一台宝马，又想着要两台，啊，刚挣了100万，就想挣1000万，啊，这是事，事就是碰巧，啊，碰巧你小有产业，啊，这个小有不是很多，啊，那么小小的产业得到了，你就开始什么呢？忧非常，哎呀，万一遇到水灾怎么办？这个安徽湖北都遭水灾了，那我们这买了个新房子，要水淹了怎么办？又非常，无常会到来，啊，或者一把火就把房子烧掉，啊，或者有盗贼，啊，现在盗贼都不用上门抢劫了，啊，因为那个家里的钱不多。啊，他们现在用啊高科技啊，从你银行账户里面盗用啊，把款调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啊。现在很高明，你怎么忧忧不来啊？所以水火盗贼啊，这些啊都是灾难啊，冤家债主。啊，你那些冤家债主，就是来夺你的财富。啊，最大的冤家债主是谁呢？可能就是你最爱的人。啊，你生了一个小孩子，很可爱，啊，每天呢疼他爱他，啊，结果他长大了，吃喝嫖赌，啊，因为从小你把他惯坏了。啊，他就非常任性，恣意妄为，啊，甚至参加黑社会，啊，这个啊，纵欲，啊，无恶不作，啊，结果把你的财产都糟蹋完了，甚至啊，可能连生命都有危险，啊，对，这是冤家债主啊，所以。司马光啊曾经说过啊，积财以遗子孙呢，子孙未必能守啊。你处心积虑的啊，就是累念积虑啊，啊，希望把钱啊赚多多的留给子孙，子孙未必有那个福报可以享用。假如没有福报，你财富给他多了，等于压死他了啊，或者他身体不好，你的财富呢
就专门给他治病。啊，有这样的人呢，啊，那个儿女很小，他就各种各样的病，啊，父母倾家荡产的，啊，把这医药费都花光，啊，就是为了这个冤亲债主，啊，那还算好了，啊，假如他参加黑社会，啊，或者是干很多恶事，啊。那么不仅是财富没有啊，可能人命都不保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啊，不要啊去这个为那些啊虚幻的东西啊而去执着。焚就是火在烧，漂就是水漂啊，劫夺是盗贼。啊，那么抢夺、消散、磨灭，啊，最后啊，把你所挣来的财富全部啊都消散尽，啊，都变成啊这个灰烬。那么走的时候，纵然你留下万贯家财，你还是啊。一分钱带不走啊，所以有很多皇帝啊，这是死的时候啊，要很多金银财宝来陪葬啊，甚至很多活人奴婢啊也送到坟墓里面来陪葬，他以为就能带得走啊，实际上啊一切都带不走，只会带走更多的恶业啊，将来受无穷的苦报啊，这就是不懂真相啊，干出这些糊涂事。心牵意固啊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随谁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心里很牵令啊，这个思想很顽固，就是不能接受圣贤的教育，顽固不化，自以为是，无能重舍，就没有一样能舍能放下啊，只知道自己呀、啊。啊，纵欲享乐啊，而不知道去体恤这世界上很多贫苦的人民啊，不肯拿出自己的钱财去帮助别人啊，去护持正法啊，去修诸善业啊，所以命中弃捐，莫随随者。一旦到了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这世界上一样东西都带不走。啊，弃捐就是全部都得舍离。啊，一切的财富，一切的眷属，啊，一切的威势，全部都没有了。啊，感情再好的人这时候也不能跟你一起死啊，纵然跟你一起死也不会跟你一起去投生啊，各走各的道，个人的业是不同的啊，所以莫随随者啊，谁也不会跟你呀 啊轮回的道路上是独生独死独去独来，没有人作伴，很可怜啊！所以忧苦万端啊，说不出的忧苦啊，真的是啊，佛讲的可怜悯者啊。下面经文。
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争己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喜，颜色常和，莫相违逆。这是佛劝我们要修善啊，要和敬啊，这是看起来是世间的善法啊，但是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，必须要把人做好，你才能够啊做佛啊。我们要往生西方啊，首先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啊。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、道家这些学问，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啊。那么这些都应该认真学习啊，不能看作是外道啊。这些儒道的啊道理跟经文这里讲的是一致啊。你看这里讲世间的人民啊，应当啊怎么样呢啊，互相的敬爱啊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这就讲到五伦的关系啊。五伦里面这里只举出三伦啊，那么父子是一伦啊，兄弟是一伦，夫妇是一伦啊，那亲属就包括啊其他两伦啊，亲戚眷属啊，眷属也包括君臣和朋友啊，就是跟你有缘的人都应当啊啊这个互相的敬爱啊，恭敬爱护，互相照顾，互相体贴啊，令对方能欢喜啊。菩萨在一切处啊，能令一切众生啊生欢喜心啊。如果说学佛学到啊啊家里都鸡犬不宁啊，跟家人就像啊这个敌对一样啊，一天到晚在说家里人啊吃肉啊，将来要还命债啊，这个杀生啊，下地狱啊，一天到晚在数落家里人的过失啊，跟家里人不和，这就学错啊。要互相敬爱，不要争嫉，争就是讨厌啊，嫉就是嫉妒啊。人跟人之间不要有妒忌心啊，见到人家好要随喜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。那么有无都要相通啊，自己有钱能多帮助人家啊，就不遗余力，慷慨解囊啊。自己有才能啊，就多帮助人家啊啊。自己有智慧有知识啊，就多教导人家，只要人家肯学啊，都尽心尽力的帮助啊。这是互相啊，通有无啊，勿得贪喜，不要舍不得啊，这个牵连放不下啊。颜色言语脸色啊啊，都要啊常常的和颜悦色啊，温良恭俭让，莫相违逆，不要互相抵触啊，对立闹意见啊，争执。这个利就是狠利啊，用那个凶狠啊对立的心对人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呢先讲到这里。